对，今年开始研究三冬，研究了，你家己呢，特地落去听。那无呢，这本册听完了，你就会当肯定家己啊。讲我应该，我的程度应该行什么路线？搁再一个问题，这个现实哈、哦，虽然说法这个哈、哦，这个这点咱要注意一下，因为普现实在现观中哈、哦，实现观内底有一段这个随众生的因缘嘛。这点要注意哈。不过最注意这条了哈，今嘛这句随缘已经乱用去啊。随缘，不要紧啊，你暂时啥安尼啦，随缘啦。这句话拢乱用去，这个随缘算是安怎呢？这个会使甲助伊正常，未使叫伊保持哦。哈、哦，今仔日吼爱注意说法者。未使迁就众生的心，你若是迁就众生的心吼，我跟你讲，你多害伊，绝对害伊哦。这个随缘是安怎呢？看伊的根性，你若捌伊，含这人都熟悉嘛。你若有心要度伊，含这人都真熟悉。你先甲讲，知伊目前都还佫执着啥，还佫啥货？那么你就爱顺伊数念法来甲教。布施、爱意，对吼、哦，有这条吼、哦，用在框框来个看。虽然是计讲安尼，但是一定会当爱个正常，唔通讲今仔日安尼，今年安尼，明年个原则安尼。法师吼、哦，有个地主提升的责任，未使个地主保持原状，因为保持原状修行，亲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应该大家要听到，一年、两年、三年，若无进度，伊保持这是退缩。虽然是甚物，今仔日无法，搁一个问题，大众德要安怎样来引导众生下到这如来境界？因为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内底人呢，有那有深有浅，吼、哦。今仔日无法的时阵，众生的根基因缘先做安怎样？你甲统一看会当个了。立起好势呗，安尼了解吼，统一个立起，或者人真真正正，我即世来人间，但是我来世不退转。比如讲，今日咱只两百外外位啊，我要安怎样甲恁转？实际讲，我安怎要甲恁转？因为这个法轮相转，听经闻法的人，将来一定爱有一个实质。安听吼。因为今天有人有皈依，有人在外道，有人皈依真正呢。因为我见到的在佛弟子拢安尼嘛，十回五性。啊，是安怎？因为因唔捌去听经，啊，要修安怎样？捌听到一半遍啊，两讲三讲，唔捌去听规套经典的。吼、哦，安尼伊的程度提升未起来嘛？一篇原来底有一句叫做“随顺众生”。啊，随顺众生是咱若会当个别知影对方是甚物款的心性个性，你甲用数量法来去做安尼。啊，如果清一色的众生都伫即个佛法的时阵，当然是大家根基较无遐顺啦，因为这是五浊恶世，大家多病，啊，性命短，吼、哦，啊，即马阁是工业时代，大家使讲。有时阵吼，无用甲唔知道要安怎样偷这个时间安尼，啊，那么这个要安怎？啊，生命底个得病咧，所以这个随顺众生这句话吼，以众生现实的整体的立场来甲看安尼，诸位，大家拢即马去修净土宗，啊是安怎修较对？当然哪会当得上好？如果今仔日干那？我敢那有一世来世间的机会，安尼，这世那是无修起来哈，所以我跟人讲，这世那无修个，来世唔知要个变安怎。所以，伫这佛台众生是多病、多苦、多灾的时阵，那呢，短短的几年，卖讲一世，短短的几年，有的人呢，这个地，咱这个地球计变真紧。现在虽然是安定安定，但是几年后要变成怎样不知道、哦、这注意真清楚嘛，因为现在人心无道德，
啊，生态已经毁灭到尾，真艰苦调理起来。所以这个水啦，吼，这问题拢都真歹处理。注意，一世中间，如果那是真正要修，三年五年，安尼你人真正这个灾祸临头啊！总讲这个身躯毁灭去，不过我迄、那个，我要去迄个中阴身，安尼真单纯起来。今仔日吼，这个事无今仔无赚钱也袂使钱。所以我实在讲，我真家己要，伊讲我这世若是目睭瞎了后，我到底要对对去？我真正要伊我的代志。所以我几年来直直努力，我嘛真注重自卫未来去处，会当去的未？啊，去了后，将来真正正正不退转的未？因为今仔日我阁讲一个，今仔日众生要听经闻法的机会真少，时间真短，在这短短几年，甲转了好势安尼。吼、哦，卖去打唔着咯，因为打唔着咯，搁再乎你要搁退倒转来吼，哇，必然心啊！吼、哦，注意，是在今仔日有机会来到慈明寺和大家结缘，无特地来转轮来袂使。我有哪有这个心？我甲咱讲实在，都乎咱个修三五年，卖讲一世修三五年，而且中间呢，真正转甲我未来要去的世界真。真顺，好、哦、啊！我去到迄个世界，接到大圣者，我白日来都跟得掉，安尼，安都不退转了嘛。今仔是有心，有哪要甲咱转得掉？今仔日做随因缘，家己先伫这个人间是要好转，唔通搁伫个污染贪着的说法，安尼来到底嘛歹转。好、哦，所以这个法义上一行啊一行地甲咱讲开，安尼经就转啦，这个血就转。黑就转过啊！啊，若黑转，唔免转济。你若渐渐对这人间内底这个人性法，我改你修好势呢？我甲你讲，把这个你去的世界就真光明啊！唔是干那人道的问题呢？这灵芝伊后壁才有一段讲较真清楚，我较详细甲咱说明。佮先煞治疗好咱，吼、哦！所以讲，我讲叫作为你，你若是讲有计希望要去净土。你即马净土诶，有关净土诶经典，小看一下。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陀观无量寿经、大阿弥陀经，吼、哦，往生净土论，即、这个世亲菩萨写诶，我真热念念互咱听。你做几个月中，甲看看，啊，搁再甲看琉璃净土、药师经，看看，啊，甲佛说弥勒上升到十多天，弥勒下升经，弥勒大乘佛经。我因为佛陀甲咱介绍自己三个净土，介绍了较详细。我今仔日要安怎样入去？啊，彻底安怎样来修较对？啊，我的程度会当安怎样？你家己小可仔细的去看看。安尼今生你来这厝，啊，佮含咱结缘，我看都无白结缘了，嘛无白来。这几月就较艰苦，你我坦白甲你讲个只经典，你看看详细。啊，较来衡量家己的程度。我有可能达到这种的境界，而无一吼，这个一定爱家己，因为这家己的生死问题嘛，对不对呢？吼、哦、啊，生死的代志，得爱家己来创造啊！你唔通讲白日来，我目睭起去要叫人家念嘛，要念安怎？自己想看嘛。吼、哦，这等下我会去详细甲恁说明。吼、哦，人要起的起处是安怎样呢？一定爱家己十二分的清楚，唔通吼随便。所以，今来这唔敢，今麦阁说来，阁甲咱讲，这个下求正常性，现乐休有乐，中发出离心，涅槃解脱乐，最上菩提心，彼地究竟乐安尼。今麦无爱写了吼，无爱写，今麦阁写在迄落哈。因为是发心修行，修行的法门有千差万别呢，写法嘛是个修行呢，哈、哦，应该注意了解啊。迄、那个牛饲法嘛是个修行，迄、那个叫行倒退要行入地狱个，伊嘛是讲伊个修行啊。你若是无彻底来了解，你唔知讲到底你今仔日行入这个法门是正确个无正确啊？所以唔叫做千差万别。但是今仔日伊啊佛法内底来安尼，佛法内底嘛是千差万别啊，唔是佛法就无千差万别，因为佛法的千差万别是八万四千法门个啊，是不是？哦，啊，那么既然法门遮尔济，
归纳起来，咱甲看，伊即内底有归纳，一个叫做正常性心，一个叫做出离心，一个叫做菩提心。吼、哦，那是自从以这三种的心来甲讲，就弥勒菩萨所讲的即、這个，已经写一个下士道、中士道、甲上士道啦。弥勒菩萨即个三士道是讲伫底呢？就是讲伫如来师地论内底呢。吼、哦，伊即如来师地论，甲讲出三士道出来。注意，我今要甲咱讲这个三数哈，三数多。今嘛注意听哈，看你个修对一多安尼，看是个修下数多、中数多还是上数多？因为今仔日大多数的人哦，拢总是个修下品的多安尼，唔是西方下品的。啊，等下吼、哦，就是一挂下品的人个修下品多。好、哦，这个下品道就是这个下士，就是正常诚心。安怎叫做正常诚心呢？哈、哦，因为有的人伊说修的，皆发心的，拢个求啥货？有的求要面好水的啦，求相貌的；有的要求长岁寿的；有的要求财富的；有的要求官位的；有的要求官俗的；有的要求知识的。哈、哦，有无？这种有哈？三支香架开，迄阿妈拢真够甲孙啊！去神明遐，啊，妈祖婆，拜托，你保庇阮孙啊，读到顶，熬大汉，啊，读到顶刚好，刚好，啊，咱嘛巩固你刚好，哈、啊，啊，不过都唔捌咧，啊，那妈祖婆真正该，好因孙啊，啊，咱嘛巩固你吼，啊，你实在是假拜啊，哈、啊，注意，所以真济人唔知我到底伊个求的是健康啊，无健康啦，这个是变安尼啦，有的是求学业进步的嘛，哈、啊。你甲想讲要考试，啊，较来较紧来问神，啊，来拜佛，来拜神拜菩萨。平常时唔修啦，吼、哦，啊，即马计算计到啊，你看拢伫遐计作秀，真侪人倒去菩萨的面头前去拜，互人看，啊，较叫人去翕相，啊，电视较甲讲出来，较甲翕出来。你敢知做要利用菩萨，对吼、哦，利用心面，甲利用菩萨，啊，为是去求事业成功的啦。啊，有诶，去到庙里咧乞香火，对不对？要求平安，平常时唔修行，啊来求平安。你敢知道有诶人虽然讲佛前来点灯，吼、哦，会得到真殊胜诶这种外貌啦，啊献火会得到外相真好啦。你敢知道有诶阵执着咧呢？既然发火拢伊要用，你敢知影有人是安尼呢？火拢好啊，无安尼，吼吼气噶。啊，那要搁加我去甲做吼，伊就讲伊加薄，人家道场都拢我个用，谁那你来讲插安尼吼？吼、哦，大家受气啊啦！啊，其实吼、哦，佛前献花的面貌、会庄严、会水，这是实在代志。啊，即嘛阵接咧，阵干那要献花呢，别项唔做。啊，有诶搁外国追呢，迄义工吼，安尼道场唔着大家安尼来布置，啊，一个去工作所在。啊！只做作唔得，法会办了啊！大家应该爱共收收整理理又好，对不对？安尼唔可能，以后咱要共借嘛，较少有。啊，人唔可袂当后壁安尼念讲，只佛教徒足无规矩。有诶，一个要转去吼，啊，菩萨啊，拜托，只互恁做哈，我要转来做暗课啊哈。注意，恁是安怎开未入迄个世面呢？吼、哦，啊，有诶，就讲人我暗课毋捌个人呢，改成伊真搞安尼。迄团体的生活，大家在个办法会做义工，伊都唔去做，伊就天天过一尾，较紧离开，然后去做暗课。这是真无理呢，你敢知道？这菩萨嘛未甘心呢，你搁等于做暗课啊，还讲话，还办办好掉，啊，搁两三个来母干呢，互人要暗时啊，要关灯，学校要关灯也未当关，这种真无合理的。记好啊，你唔是一定得爱做暗课，你做暗课要从啥爱家己了解？虽然佛法上有甲人叫咱做暗课哈，我跟你讲，迄是初期拄啊入去入佛法内底，你做好惯习，迄生活习惯做好。但是重要是安怎呢？咱学佛的人一定爱转这个心呢，甲转这个境，唔通互境转去呢？安怎啊无？你一当两当上境可以啊，你唔通第三年你要阁上境啊？你上境十年定阁上境？问你一句讲什么话，你都唔知影，你变哪度啦？哈、哦！你一定要上经了后一段时间去明经义，明经义了已经行，安尼才对。
啊，像那佛陀叫咱上经入手，因为上经了，人讲经给你听，你就听有。你若无上经，人讲经给你听，你听无。但是你唔能逐日拢执着去上经安尼，安怎唔对安尼？我管恁来知唔知？哈、哦，重要是专心，这个心念去起心动念，到六尘境含咱去接触中间，咱有迄个定力有无？这个家己若无经济了天哦，我跟你讲，永远都无定力。所以真济人去行，就是行来求身体健康、个家庭和乐个。当然，这也是对啦，唔是讲唔对。但是你若是干呐由安尼来求现行动吼，我跟你讲，佛法虽然有安尼跟咱讲，但是你若准停顿嘞，安尼就不对啊。这个叫做啥呢？叫做正常心。当然，这个也是袂使讲完全讲唔对，因为咱人有六道皆轮回，你若求到讲来世，搁再不是伫三千道内底，安尼嘛是对啦。但是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记好哈。佛陀的本意是爱咱含伊相像安尼，那是佛陀的本意，哈、哦。所以这个我就这段大概讲一下就好安尼。注意，唔通干那要求福，布施的净福这是对哦，哈、哦。真济老菩萨啊，持经回向，让因后生事业顺利，哈、哦，让因媳妇会生查甫的。哦，这种有人回向啦，我知影啦。哈，和因孙啊学业会进步，这不是拢唔对哈，这不是拢唔对哈，这拢总对。但是那阵停顿的哈，都无对啊。佛法唔是要发恁用安呢？注意，如果那是真真正正布施，你干来要求福报，布施有福报，这是对。你那是集在这个福报内底人哈，我跟你讲，你一生的贪着，来世落轨道。我无骗你，哈、哦，那是三宝地主是不是？我跟你讲，不是。今仔日宝贝会准，那已经受着外力来这个地心内底这个作用啊。因唔知影呢。佛菩萨唔是要给你宝贝哈，安怎样？佛菩萨伫一个形象，给咱藏在里啊，给咱显出一种恭敬心。显出恭敬心了，这个心含伊的光相应。但伊个面头前落去特地忏悔，安尼较对呢。因为伊三十二相，予咱起出种敬意啊！哦，即咱个人看到佛祖安尼真心内真欢喜，起出种欢喜心，伫个佛前忏悔，礼佛忏悔，这是要予咱安尼呢？伊煞计甲跋杯啦，吼、哦！福报多，耽误家己呢？你敢相信？你若是会向，到今仔日我到。虽然我都有这个福报啊，不要紧，我都家己有这个福报，我赚一百不要紧。但是赚一百了，我都要用呢，要用对对。为摩诘技术在先，有那是给做生意，以计赚计做生意计赚。但是今仔日赚一百，比如讲这组会赚一百十万，今麦来伊就饲家庭啊，一世家行，对二只生活上未拄好，对二只需要金钱，看看了这十万拢讲现出来。自己去做，哈、哦，为某个技术是安尼呢？今仔日咱的众生唔是啊，今仔众生赚偌济，业绩条例啊，哈、哦，啊，健谈心愈济啊。但是呢，搁再互人来小看五道一个哈，哦，恁较紧来做啊，哦，恁福报无量啊，啊，做真正有，唔是无福报，但是福报会搁互你做业，我无骗你。做想看卖啊，安尼你是。到底爱时间较好，还是要爱海金钱较好？你家己想就知影。你今仔日报死卦，啊，特别福报；报死卦特别爱福报，将其究竟来世的对了。我无骗你。今仔日报死吼，迄、哦那个经典有写呢，吼、哦，先得再做三世完。今仔日我真报死。啊、我都不想回向啊，因为布施是要下见他们嘛，我不想回向。当然来世哦，第二世，你来人间内底，可能你的发展真发达，或者是你今仔日开始布施，三年后、五年会发展起来，这是实在的代志。因为有一本叫做《太上感应篇》吼，伊讲你真若是去做布施，三年至五年，绝对你的生活会改变。注意记好。真侪人因为生活改变了，就去做业啊！我无骗你，
你要相信不？生理结做哈，那有一个社团，某一个生理的联谊会，这个生理的联谊会，大家联谊会去创啥？诸位你敢知道？开会了吃饭，吃饭过入去去创啥？你唔知呢？你若有去做生理的人去开会，你就知道。第二个站出入去真黑暗呢，你敢知道？那是做无未来的业呢，今天若无迄种环境，你未做迄个业。好，因为二三十年前我嘛是去做事业嘛，开了了紧当来，因为我都拢去四万嘛，阿妈伫社团内底真济，迄款组织内底参加，大家点啊是买鲈鱼啊，你敢知啊？安尼吐两下尔，就规个平讲，那是真夭折的，诶，迄款浪费呢。啊，食饱了后，机械身躯特别创啥货啊？就歹事啊啦！我跟你讲吼，这个善德和你得福报吼，我跟你讲，大家都对了。所以布施是下根贪，唔是要得未来福，得未来福一定对了。吼、哦，注意记好，这个代志唔通唔知影，所以唔通三支香举起来，特别求菩萨，和你安怎，和你安怎，唔通安尼。佛法内底是要让咱建立咱人的人品，建立咱人的人品，建立咱人的道德。唔是要予咱干那客户做，干咱保庇要创啥货？你若安尼就歹啊！吼、哦，我无骗你。这个虽然下品向上精的中间呢，这个法义未使讲唔对，但是你若是求安，就完全你家己鞭打佛法，甲家己鞭打你的人生，这是实在代志。诸位记好，唔通安尼，吼、哦。所以这条下士道，予你渐渐接触佛缘呀。啊，你若搁安尼求来到底吼，你白日啊搁生死轮回，唔知要搁外久，唔知影。哦、所以这条弃掉，卖用哈，安怎样哈？这条唔通用。有请老师哈。嘿。啊，买股票让我来干么事？啊？买股票。啥物货啊？啥物货？他就是讲你买股票，啊买股票是不错。我跟你讲卖啦，无迄个心定都阿计乱啦，所以今仔日股票涨到今仔日负百几点嘛，对不对？是不是？今麦超过五千啊嘞？咱这个学佛的人吼，我是无去买呢，因为我当时拢有去看新闻，安怎样吼？因为我真注重这个咱的社会的动态，甲世界的动态，我真有去注意这个。比如讲，即马苏俄伊今仔日漳州一个投票，吼，这个改革派，甲这个国共产这边的，我即马在去考虑，伊这如果那是民主改革无过啊，那么代志可能会搁再发生民主甲共产两个搁对立。对立来就搁歹啊，安怎样无吼？所以我真有计注意世界的动态。啊，这个新闻报告了，就讲股票今仔浮偌济嘛，啊，外资已经入来啊，吼，啊，我就知影。啊，我嘛知影讲真济人因为买股票来倾家荡产啊，对不对？啊，合伙的人若是买股票，我跟你讲，你受无幸，我无骗你，因为你自己拄含买股票起起落落，迄、那个心，吼、哦，听有无？投资性质是较袂要紧吼，好不好？迄股票波浪型的吼，吼、哦，对吼、哦，股票是波浪型的呢，几点到几点呢？起的咪都安尼呢？即马底下个注意的人吼，啊，惨啊！我买这唔对啊，啊，再等一个起起来，一个去笑啊，安尼吼，所以连咪个忧愁，连咪个笑咧，我，晓啊？啊是还大股个食细股个变的，你敢知影？哎、欸，恁唔知迄个出头呢？注意记好哦。迄股票市场，迄翁仔某吼，看今仔日太太买买这個，先生买买迄吼，到尾对一个人漳州过过日也落来吼，有迄个翁仔某现场伫遐受拍呢。你了解无？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伫内底去做主管，伊来去讲话听，有个翁仔某当变面拍到老面工过，安了解无？所以你千万买，你若是讲啊，我都惊有只钱要甲投资，就甲投资咧，卖管伊个起起落落，吼、哦。因为甲你爹娘迄个高红嘛，吼、哦，高红红利。你若要甲投资，就投资。但是我甲咱讲一本万利的投资，我都甲咱讲过啊。你今仔日一月日若赚偌济，就是开销偌济，剩有五千块。你交分对分，两千块甲夹起来，夹金，吼、哦。银行甲寄两千五，你甲寄到三宝林。我甲你讲，这佛陀甲咱教的，一个是寄来了后，咱免讲今生有时阵小可有艰苦的啥话，几工少钱哈、哦。
啊，怎样吼？三宝弟子定啊，春像春灯照歹看啦。啊，讲拜佛拜到大家人春灯照吼，人爱讲话。第二项，你迄个两千五甲寄的三宝哩，我无骗你，迄一本万利。这实在，但是我前回甲恁讲过呢，吼。啊，你卖个对股票，淡薄起起落，因为咱人心未静，学佛心未静是一个致命伤，你敢知影？恁听好无？学佛心也未静吼，这是一个致命伤呢。我无骗你呢，人讲念佛念爱念的定，就是心定，唔是迄个定盘的定呢。哦，啊，听好无？唔是讲定佛甲怕佛呢，唔是安尼呢，迄是念佛念甲心会定，一心不乱。你股票买哩吼，你准讲唔看，会加减啊偷看啦。我无骗你啦。我到底我买的这个这间公司今仔日是到底普啊减的嘛？啊，对啊，会注意去看啊。啊，所以做叫好，哈、哦。这问题吼，第一个卖想的，这个是虽然也正常，尤其是修讲我将来要去天上的吼，这嘛无好啦，一直会个对来。天上的六欲天吼，对来是做三恶道、离啊、乐、灭、吼、畜生，拢对来咧做这个，啊有的对来对鬼道，啊加这个个加地狱道咧，天上的天人拢会安尼，什么原因我讲给恁听。因为伊第一段迄个下品，就是讲有的是求来世福啦，哈，啊，有的是求啥？求天上报。咱人的状态一旦甲无净化以上呢，这个状态哦，咱即拢有复杂的一些问题，即蒙蔽，蒙蔽啥？蒙蔽咱的主本性，迄个叫做如来藏。但是咱这蒙蔽境界有善有恶啊，所以善报善教哈是对天上去的。但是天上，譬如讲天上是这粒种子，一定福报会真啊，福报会真了，换到这种子起现行，这个是第二顺位的种子。这个第二顺位的种子吼，大多数是拢种这个恶业种子，所以伫天上响了后，就对了三恶道来了。修行学佛，就是要净化这物件。吼、哦，所以今仔日咱求福，就是善种子。吼、哦。布施有布施经济嘛，戒有戒的经济。即嘛，这经济吞落了，将来到天上去哩。因为修习善戒，求天上，安尼具足了后去天上。不过呢，你在其他这个歹经济无清净，天上福报真对了。所以有迄个他化，迄、那个个非常非非上殊殿，经过八万大劫，安尼了，对落来世间做迄个鱼。内底的稀烂的假生虫，安尼，就想看卖啊？为什么？因为伊在经济无进啊，所以阵对来来做假生虫。无，伊得个过来夹，还补补进了，伊较个提升开人道咧，较个提升开人道，哈、哦，做起好啊。所以修道是要净化在呢，啊，你若心不是起起落落，这种问题呢？所以修道第一，小行就是第二，是中修道。上界无你嘛修迄个家己的解脱的。但是到底实质会当解脱的，真内底有甲咱讲过嘛？吼、哦，注意，伊真内底有甲咱讲一句安尼。因为今仔日哦，如果啦，我都有发心要净相，吼、哦，啊，你所修的拢无净化在哦，拢无净化在精进。那么你安怎样呢？将来你。去到人天福，但是人天福了后，有时阵你有个修行，头前才拢有个布施啦，有个创啥货。可是呢，你无完全这个原心正确，但是你搁在人间内底，搁在做种种的恶业，到尾变怎？伊甲咱讲，业力若强大，下对三途。吼、哦，所以想到开安尼，你去做善是一回事哦。你来另外去做恶，搁另外一类事，因为做善有善经济类啊，做恶搁在恶经济类，这是两款大事呢。因果唔是对地的啦，安听好无？这个因要消灭爱忏悔，你若是今仔日有去修行挂名去修行，可是你私底下的私生活搁真腐败，即马来都变成啥？有那你有原力？嘛有业力，
哈、哦，注意，你拿这个业力吼胜过愿力，你到尾随业去。你要随愿力去真困难，因为今仔日咱伫只死亡了，有四种会顺这个行。第一，随愿力去。你若是愿力真强哦，随愿力去。如果你今仔日业力大，到尾有那随业去。你今仔日都照经藏甲咱教的条件，你若是做有好势，到尾就随愿力去。哈、哦，但是如果你的业力胜过愿力咧？到尾就随业去安尼，因为你的业力、你的愿力未压过业力嘛，所以基本不得已在业经济起现行对业力去安尼。但咱人有四种问题爱注意：愿力、业力，来一个叫做随习去。这个是随习力去了哈，这个是习惯性。有时阵，咱会随念入去。你唔通讲今仔日我安尼有去听经闻道，你的心若稳定袂落吼，我叫安尼第一愿力，看你什么愿是生什么愿。比如今仔日真济人讲我要来西方，对不对？但是我都讲一句确实，你一定爱了解西方要去的条件是先做安怎样，这第一要注意哦。但是西方要入的条件，到底伊就讲爱安怎修，安怎修，安怎修？这个就是你随迄个愿力，但是有照善业去行安尼，安尼你将来要入的就真简单。但是如果你干那空思妄想，还佫予人误导，比如讲念佛都唔是干那一个嘴念尔，吼、哦，迄念佛迄个嘴念，迄个叫做持名啊，吼、哦，持迄个佛号，迄就是讲念佛，这个念是一持。念佛持名甲念佛无同哦，这念佛是六念，爱反省。这个灵境，甲讲吼，你是持名还是个念佛，这个爱注意。啊，念佛你的条件甲持名的条件，因为这个内底有一个叫做念佛三昧甲破咒三昧，破咒三昧是念甲佛现前呐，啊，念佛三昧是念甲心有定啊，吼、哦。但是这个念念的这念佛这个念吼。都爱六念啊，念佛、念法、念天、念戒、念死、念净安尼。吼、哦，啊个阿弥陀佛要入去的条件啥货？恁家己小想看卖啊。喂，这都正式讲过啊。这个你若是会当随伊的条件，安尼就会当随缘去啦。吼、哦，第二随业去，安怎随业去？因为你的造业若真济，到尾就随业去。你虽然有个学佛，有个信三宝，但是戒行拢无去修，无去修。迄、那个业力产生起来，到尾顺利的业力，因为业色政治拢真济嘛。到尾这业力起现行了，准对了，一日就对了。迄种要超度都无可能超度，因为地界因歹超度，就鬼道因加这个个啥呢？加这个个畜生因，一日四十九天哪个会超度一个？但超度未当超度去你西方，我跟你讲无遐好康。何里个再来三人间世，搁延续三宝安尼尔。所以真济人吼、哦，死了拢随业去较济。是甚物叫做随习？随习就是习惯性。有一个沙弥吼，伊食饭一定爱嚼醋，因事甲戒拢戒袂过。到尾往生去了，对着迄个醋桶内底洗只桶，想看卖啊？伊嘛无甚物歹的品行啊，干那食饭爱嚼醋尔，吼、哦。所以，搁再一条，咱拢会犯着。咱人若是睡眠贪，死了后变作冬眠的动物。你讲困靠什么代志？困暗时去做恶业啊，但是迄个叫做随习去，习惯性就是安尼嘛。冬眠的动物啥？蚕蛹啦、四脚鱼啊啦、蛇啦、蛄之类的鸟鼠啊。啊，这是畜生道来的，伊都无做什么唔对，先那开安尼落，就是随这个习惯去。所以这个睡眠吼、哦，可善可恶呢，你敢知影？你可能唔知影吼、哦。这个在微信卡内底讲啊真清楚呢。今仔日你若来困，困到八眠，要起来看册，这个是善；你若倒伫梦床都唔爬起，这个是恶，听好无？吼、哦，有个人困到日头晒尻川，伊嘛爬起啊，那是恶呢。
迄白日是落在，即个叫当面当本的，即个叫做随习去，随即个习念，注意记好哦。咱去饲宠物哈，宠物怎样哈？有人饲狗啊、猫啊，我跟你讲，迄白日迄结的缘哦，真歹呢，迄你唔知影呢。那不是你落托生到含伊同伴到伊起来认到含你做伙翁仔某兄弟姊妹呢？我不骗你哦，哈、哦。迄饲宠物白日也是歹到这种情形呢。吼、哦，有诶就讲，搁一个问题，有诶饲鸟啊啦，吼、哦，啊拢甲关咧点着。我跟你讲，迄若是野生诶鸟吼，你若有关着，肯放放啊。无你白日啊会落到自在。等一下，吼、哦，白日啊吼，迄、那个鸟啊，你不是家掠咧吼，你白日啊甲关咧，你白日啊爱搁落到自在呢，你会报答安尼？你想看卖？迄狗啊不是家练的，你把只有那爱防，甲你困一个所在范围，互你当妈当呢，我无骗你呢。你是唔知啊你啊？你讲啥？卖啦，卖饲啊，卖饲就好啊啦。你想讲一只狗啊啦吼？一只狗你爱不是爱甲头狗杀掉对？敢是安？迄热人，迄足够生迄狗杀啦，生狗逼啊！你甲头甲说，你看你害死我一众生。菩萨界内底是袂使饲动物的，唔是庙里袂使尔，就是诸位最好那卖啊。一只狗杀、猫杀，迄你拢捌看到啊？吼、哦，迄呐，安尼甲身躯洗洗，甲背背，好规涂骹，几啊百只狗杀啦。嘿，啊有诶是狗逼嘛，吼、哦。所以我咱讲吼，你唔通讲哦，今仔日我习惯到安尼，你着要顺。你讲啊，我着安尼做，我无骗你，迄真将来真歹。吼、哦，啊，啥物叫做随念去？诸位记好哦，随念是安那念念不忘诶念。人要死的进程吼，有一个修行人吼，伊佛寺多一张桃啊啦吼，比较好哦。但是迄个伊要往生的进程，迄张桃啊拄啊成熟安尼，啊伊毋着打坐要往生。伊才知影讲打坐要往生，但是多窗仔口看出来，多看到迄张桃啊，安尼水水安尼。伊心内起一个念，讲来当迄粒桃啊，搬来食食，较来较好安尼。吼、哦。你敢不知伊变啥？安尼一个念念嘛，也无啥货啦，迄嘛无啥物罪恶啊。即差不多一般人拢会啦，哈。但是即卖伊往生了，会从因师地来要甲看，但是因师地我闹天眼，我看有去西方有无？阁无。看对天堂去了无？阁无。啊无是对倒去安尼？直直找找找拢无。好奇怪啊！阮师地都遮深，阮师兄都遮深香。啊，到底是对对起安尼？用天眼直直看咧，拢总无咧。到尾准问伊在，伊在徒弟讲，你师是坐伫底安尼？要往生时坐，伊讲在坐伫底，伊即马才甲坐咧，甲看，直接躺点鸟，听好无？伊为着迄粒桃啊，会念安尼尔，拄啊底下经验安尼，要食迄粒桃啊？我无骗你呢。所以，迄、那个即、這个内底在政治上吼，你若无净化吼，我甲你讲一个念都袂使安尼。阮有捡只狗仔囝，人放生的，啊捡倒来甲饲。你敢知伊拢去路边捡啥个只呢？拢捡迄个槟榔皮，啊甲捡迄个粉鸡啊。为什么？因为伊放在狗屎吼，拢迄个粉，啊甲迄、那个。槟榔迄个丝啊，我奇怪，开放车，即个偷偷啊看，路人来顺，顺迄个分轨安尼薄薄吞的，顺迄个槟榔薄薄个吞，做，迄个叫做习惯。我相信即个会精神吼，若无两百分以上，我输你，你只狗。你也想买啊？啊，无钱我较食嘿。即马真济人是槟榔薄，佮加粉点着。你敢捌看到？即咱老甲红红，吼、嗯。对啊。做想看卖啊？迄算是随迄、那个，迄若要甲讲呢？伊这只狗是会对着脱生刀，迄嘛是有歹啦吼，歹、哦、的行为。啊，搁再安尼出事了，搁再分啊，就捡个食，迄、那个就是习惯性。所以咱袂使无注意呢。所以今仔日你到底去修什么行？你家己一定要有一个定案，唔通盲目哦。
你若是盲目修行，将来要解脱真困难啦。我无骗你，虽然挂名是三宝地主，但是实在有入到三宝的实质意义，甲这个三宝地主的这个生活有无？你家己爱检点，那无管大家作业啊，吼、哦！因为这个戒定慧三学内底，人伫有学位吼、哦，这个戒你爱家己去慎重，因为戒有来较有定嘛，戒来较有定哦。你若无戒来就无定。啊，所以你今仔徛在在家的立场，到底你应该修什么戒，一定爱真清楚。今仔日都甲咱发一本迄个书写的吼、哦，你等下详细看。你家己去改变看卖啊，那阿未迄类人改变，改阿搁在不杀生、不得他、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哈、哦，这了当中家己尽量修修好些，定力较有。因为安怎呢？你无改吼，是一挂歹物件卡伫你的边啊。啊，若有改清净，爱歹物件自然离开，吼、哦。啊，定力就较会圆满。那是旧爱歹物件卡伫你的边啊吼，这定力是较无经圆，较袂当圆满。定力无圆满呢，这个慧要生真歹生，这个慧要生真歹生，安尼变作圆满啥都无，吼、哦。所以到时间到了，看你的念念不忘啥，我都捌甲咱讲一个典故。有一个阿伯啊，真疼孙啊，啊伊拢这个因后生祖囝拢去食头路，啊伊就真疼孙啊。啊这阿伯啊呢，这孙啊拄啊一两岁尔。啊，真正孙阿要安怎？到尾死亡啊，佫加念这个孙阿，讲那是伊死了，这孙阿唔知甚物人要顾，安尼。所以你佮想甚物人要顾，嘛是伊爱顾啊。伊若佮念念吼，这个念念就伊要佮佮顾的意思啊。安听吼？到尾只阿婆死亡了，伊的一生也做人真好啊，佮再来认道。伊伫当中世来西中出世。啊！伊搁再来出世，因孙啊，拄啊阿大汉四岁啊，啊！伊搁来出世，到尾因孙啊，到青年要娶某，开来娶因阿妈来做某安尼，啊！你们较顾会着，对不对？迄是因果是安尼出来，迄念都是安尼出来的，啊，无变怎？吼、哦，迄念都是安尼。有一个查甫人娶太太了后。啊，迄、那个太太死，按、啊、这太太家生一个查某囝，啊，煞爸仔囝安尼相依为命，直直顾顾到大汉，甲嫁，嫁了后佫不幸，嫁着一个做土水的翁呢，佫倒来就佮拍，啊，佮爱啉酒安尼。细汉无老母，嫁这个翁伊佫无好，所以这个老爸就很愧疚，心内真艰苦。一个查囝呢，佫也无好佮教育，啊，佫再佮嫁佮安尼。但是，伊只老爸当然要死的，真正甲想讲，这祖先唔知要安怎样安尼，啊，要安怎？你想要安怎？安尼往生啊？到尾这查甫人，较老因祖先出世做后生，安尼，较过来友好因查某囝。人这个念念吼真强，所以要一世一生中这个世事，你若放袂落，修行真歹修，甚至要解脱也真歹解脱。啊，要安怎样较放会落？你一定要知道世间的因缘法，吼、哦！啊，这业色生死是咱对着轮回的主要原因。那有这个经济就有轮回，这经济呢清净就无轮回安尼。这个就是二性性者甲辟支佛所修改的，这个就是清净众生。所以安尼听好无？啊，你想修行的重点在对，吼、哦？你要慢慢修改起来啊！啊，这种这种是爱清净啊！所以我甲咱讲，这若是有人伫八关斋内底会当甲你带动你吼，因为这拢是恶业做累啦，听好无？是恶业哦，杀身躯的杀刀淫啊，嘴恶口奇异妄言两舌啊，心的贪嗔痴安尼做累嘛。吼、哦、啊，若有人会当甲你带动，这个忏悔是恶业，那么这就真紧清净。佮再来六根。耳啊，目睭看到物件起心动念；耳啊，听到音声起心动念；嘴食到物件想要去食，这个叫做六交报。楞严经内底讲得真清楚。然后人会用甲你带动忏悔六根，那么这个清净就真紧。注意，恁会晓未？有人捌甲你带动无？今仔日吼，众生
这个修行的重点杀未出来啊，抓无以上啊，要解脱是真困难啊。修改都未甜心的境界嘛，吼、哦、啊，有个忏悔，这古境界就消灭了。古境界，你若有彻底去忏悔，佛的光会普照入去到内底呢。佛的光普照入去到内底了后，你这个在境界，伊就家己高位，家己护法去。因为这个业因吼有两种代志，第一忏悔会消灭，第二就随业报安尼尔。但是随业报这个习还佫伫咧哦，这个习还佫伫咧，所以轮回无量劫，歹解脱啦。哦，安怎样吼？所以今仔日学佛的重点，恁若是清楚了后，唔是要求天人报，唔是要求来世报，绝对唔是安尼。伫这个中品人呢，就爱求出离心。看我将来本身变哪样，今生来做人，就做人啊嘛。啊，唔过我都有机会来学佛。啊，我学佛，什么叫做佛？啊，要安怎样解脱？佛是解脱，还、啊、是佛的解脱？我会当解脱的未？或者是讲我将来会当达到佛陀所讲的这个声闻先解脱安得，还是缘觉先解脱？吼、哦，这个一定爱清楚啊！这那是完全拢无清楚。大家干呐懵懵啊，讲戆戆，今仔日个早时做一个早课，啊暗时做一个暗课，啊都听经在来听，啊到底是听啥话，也、啊、唔知影。为什么？因为无慧啊，无智慧，所以佛的迄个解脱之道，完全拢不知道。好、啊，我讲我是去修行啊，我是三宝地主啊，但是实际伊唔是三宝地主，我甲人讲，因为迄个三宝的资格，佛陀会取消。你那是和下体面掉，和辅助下体面掉，迄自然取消去啊！哦，今仔日最好注意，这个异性的出离心哈，异性进来这个讲异性的出离心，这个一定爱你了解，因为这个异性的出离心，你若了解，你家己今生个人解脱都有可能，不但个人解脱有可能，因为佛法内底人哈，这个领导的，这个叫做性呐。自己生就是领导意思，哈、哦，自己生就亲像咱去坐船啊，我伫这个所在坐过来这边，哈、哦，坐车伫这坐来较对，安尼这个叫做生。但是这个二生自我解脱，这二生是比如阿罗汉、辟支佛啦，这个一定要建立起来，因为真内底，伫大乘道内底吼，四性体甲十二缘起，你有那爱修起来，修起来了后，你将来要度人，有那这个二生法轮爱清楚。因为你若要用二乘法来度人，讲说明好清楚，你根本都不可能度人啊！因为大乘菩萨都一定爱度众生嘛，啊，大乘菩萨都要度众生，你诸生就是所有的这个佛陀所讲的这个法义，你要了了分明啊！你若不了了分明，你是变哪度众生？哦，所以今来这事情，我跟咱讲的二乘的修持方法，哦，那么你今仔家己爱心来有所。因为这个二性是建立家己的嘛，啊，大性还佫建立众生安尼，吼、哦，啊，你要安怎样建立家己，甲用这个二性和众生个人去建立，当然四性体十二缘起法，你也一步了解，吼、哦，啊，来较进入你家己本身入到这个大性菩萨道，因为大性菩萨道是佛的因位，佛的因位你若有修起来了，因为还佫有一个五十二开位来修的。五十二开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到这个十地，啊，到顶达、加妙觉地安呢。这个你今仔日学佛的人，无论你要自修，还是要度众生，你一切法义要了了分明，无你要用啥去度众生？哦，所以唔通放安尼硬硬硬硬的话，家己是自害啊！听好无？家己袂当建立吧，袂当建立，你将来无可能解脱啦。因为人心难得咧。好、哦，这都讲到真清楚，所以希望作为伫即课内底人吼，你听到到尾，你心内有一个答案，我解脱的状况是先做安怎样？到即个佛性内底完全清楚，吼、哦，安尼啦，你今生都唔免惊对了，因为咱即个所在叫做南瞻部首佛，咱的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嘛，天人师父世尊就是伊，伊嘛是会当天地甲咱度个解脱啦，吼、哦，好，阿弥陀佛，大家吉祥哈。哦哦